对方一道剑还拿出了斧头砍伤王先生。他是被腰部受伤，写了半个月，现在还会隐隐作痛。当天下午5:39，两人遭到机车追撞后逃逸，他们追上前两人，结果对方拿斧头砍人，两人在附近的林中血报案。女警说，案发点是男生开车的瑕疵，两人来到了男生所，男女警卫说是行车纠纷，推给交通队，交通队说不是，又推回给男生。三个警察当然不推，最后耗了5小时才完成笔录。刘先生还说，当时男生看守所的所长当着他们的面指责了民警，笔录仅仅就说对不起，我没有小气说，他本身当中简单这两个字就误会了。吴先生还被气炸了，认为所长从头到尾整整推卸责任。尤其十二月一号记者集体去当面，所长举手大奖，感觉情绪很激动。给我举手多奖，你让我道歉就是吗？我先道歉了，你这种态度，真的没办法接受。听到伤人惨伤已经够倒霉，刘先生和王先生万万没想到，伤人的过程更让他们火大。现在民警还没有小心砍